铁骨往秀兰仍然在落实，还在施工，我们同仁在现场指挥交通。竹六十线27到28K 处于昨天28日18时47分发生大片的土石崩落，阻碍双向通车。经乡公所积极抢修及警方现场配合疏导，目前该路已经在本29日6时30分恢复双向通车。